告诉你个秘密，我亲过你。那你有什么感觉呢？我当时脑子都是懵的，现在想想我也快忘了。我也忘了。不如再试一次，说不定还能想起来。天天繁星照夜深，照亮着沉睡的人，谁的梦中住着谁的情深。大人，今晚谢谢你，原本以为今日我逃不过那一劫，就在我快绝望的时候，大人出现了。光影下的两个人，多想就这样平凡安稳，像镜下的夜宁静而纯真。我可以容忍他见我才子脚下，却见不得他伤害你分毫。走吧。错过所有的风景，只愿想想这一路，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险恶。不过我收获还挺多的。大人，这次南下您有什么收获吗？您。除了银两，还有其他的东西。是你让漫长的时光变得动人。你笑什么？捡了个宝啊！啊，